好，我有一个问那个楠楠的，怎么样能做到单眼皮脸还这么小？小脸小跟单眼皮有关系吗？周震南老师，喂，这个必须得问，周震南老师谈恋爱的经验有没有可以传授？这个问题很重要啊。用心。梁龙老师，别梁龙，等会儿那个娜娜，对，梁龙那不重要。欧阳娜娜老师，如果挑男朋友，你会在36个选手里选谁？我这还有一个，也是兔娜娜，明日高校里，你对哪个学员最有好感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里还有一个，兔娜娜老师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一起答了吧。就是我觉得，就是要喜欢一个人，或者是要和他谈恋爱的话，就是要经过相处的。但是我们的相处还不够。你在干什么？没让你现在就喜欢谈恋爱，让你选一个的话。所以我跟你说，选一个的。你们娜娜老师已经想到那个程度了。没有，选一个的前提下，是不是得熟悉啊？去选择接触嘛，是不是？都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